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。私はピーターです。今、サミンの開催中。我想要介绍的是居林 V 萨米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什么是居林 V 萨米呢？萨米是由就是居林 V 临时政府社群所举办的国际会议，然后惯例为两年一次。那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的关系呢，2020年是停办的。那我们下一次呢，将会在今年的5月4号跟5月5号举办 Summit。那我们今年举办 Summit 的地点是在中研院。然后，我们现在 Summit 是在征求大家的投稿。那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扫描这边的 QR code 来投稿我们的就是居民临时政府的 Summit。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如果已经有投稿的人呢，也可以修改投稿。那为什么今天要在这边跟大家就是介绍 Summit 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目前距离投稿已经只剩下9天了，然后我们也现在也在持续的宣传当中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把自己的专案成果分享到 Summit 的话，也都欢迎来欢迎一起来投稿这样子。那 if you want to make 怎么了 ？Okay, if you really want to share your project on the GovZero Summit 2024.You can make a proposal right now, using the QR code here. みんなのプロジェクトを、この、サミットで、サミットで、解消できる、で、解消したいから、この QR コードを使え、提案をして、はい。我们目前已经有67个投稿，那欢迎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就不要再压死线，然后就是可以就是今天就来投稿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有投稿的人的话，也都欢迎用就是更新你的投稿。现在的投稿状况应该都还是可以做编辑的部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有在征就是萨米当天的工作人员，包含了一层助理跟财务小帮手，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萨米当天想要来参加活动，然后想要深度体验萨米，并且就是我们有提供非常丰富的点心跟饮食的一个福利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都欢迎就是加入就是萨米2024 Bootstrap 来报名小帮手，然后我们之后也会在居林 V Slack 上就是宣传那个报名小帮手的表单，那欢迎大家就不要错过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也欢迎大家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现在还可以上车，一起来加入筹备小组。我们目前还有很多的筹备小组，里面都还有需要各式各样的小帮手这样子。那欢迎大家就是一起加入商业的行列，谢谢大家。